能算出的那种有的有骨是吧？大的多还是那个不大的？你这次那个嘛，你大的多，大的少？大的少啊。你到时候一个里面插一两个灯，那个最好关了吧？插一两个灯，最后补上灯。你不是说你这边不换吗？万一有嘞？万一家里刚好一半有，一半没有。那个它里面，你看看反正是有，你换一看。一半就一半呗。那我那个你那里多弄一点，那不行。这人咋那么坏呀？发现够坏。那省了一道工序。那我也不想让你这个一弄，裤子鞋子都弄脏。那还是要换。小王，我会给你想办法。明天应该。明天有事啊？还想怪你吗？哦，明天还不能关啊？想都别。明天下午就可以关上去了。那你今晚把它都。